我们第一集压力很大，快点，救救我们，呼朋引伴，叫大家等一下看一下赖威廉有没有在上面。开播第一步，先看老板在不在，指的正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，因为就是他交任务给发言人吴坚，要开 YT 新节目，老板叫我开直播。第一集就找来最近话题度破表的立委吴思瑶当来宾。我们坐回座位，主席终于才是说好吧，那可以叫吴思瑶刚刚的提议。我回到座位上的时候，王宏威跟我说，思瑶，刚刚陈玉珍报错人哎，他来报我，是王宏威亲口跟我讲的。还原被蓝委陈玉珍熊抱，还一度报错人的情况。吴思瑶还为此贴了好几块自己的纹身品，酸痛贴布。因为我刚才有闻到一个味道，你是不是身上还有贴？我今天有带哦，贴好贴满，再多个陈玉珍也不怕。OK， 陈玉珍后来有呛哎，他说可以派个强一点的吗？继续跟你下战帖，那你们下次可不可以我会找王美惠姐姐来。王一川大哥也说，哎呀，没有让我有机会现场英雄救美。预告下次要找王美惠、王一川撑腰，吴思瑶和吴坚一人一句揭露立法院秘辛，直播半小时内线上人数就飙破2000人。他也当场打给赖清德邀功，我现在出事了啊！现场就要出大事，我真的播了直接扣啊！哎，这没有在仿纲哎，转接到语音信箱怎么办？不要讲到赖先生，你就语塞啊！就是他的名字一出现，我就觉得肩膀很紧，狂喊超过20次，压力好大。吴坚想到老板赖清德真的屁屁差，还开玩笑介绍直播现场就是他每次被赖主席修理的地方。还好还好，直播最高人数超过2600人。虽然这回打电话给赖清德正在忙线中，但也为下一次的直播彩蛋埋下伏笔。民视新闻杨庆忠的民 TAP 报道。